好，那我这边先跟大家分享，就是这台 RGB 10 Max 的一个性能掌机。前阵子非常流行一台韩国 OGS 的一个复古掌机，它用的 CPU 是 RK3326， 非常的顺畅。之外呢，它用的是5寸的大屏幕。但是呢，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 OGS 呢非常难买到，或者是说觉得价格偏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天这一台你已经没有理由拒绝了，因为它继承了 OGS 的硬体性能。之外呢，它也把 WiFi 做进去。再来就是一样采用5寸的 IPS 屏幕，不过它把边框缩窄，所以它的可视范围也变得比较大。现在复古掌机的 CPU 的指标是 RK3326 来讲的话，那么 RK3326 掌机的指标呢，应该就会是这一台了齁。那它到底有什么魅力呢？我觉得这部分我们还是先从配件开始看吧。Go。好，猜出来了，我给大家看一下配件，非常简单，就是一个保护卡，然后还有一本中文的说明书，然后最后呢是一条 USB 的 Type-C 的线材，让你做充电，另外呢也可以做 OTG 的资料传输。好，那配件来说是非常简单，但是机器呢一点都不简单。好，我们来看一下机器的部分。好，再看一下机器的部分，大家先看一下中间5寸 IPS 萤幕，看起来可视范围非常大。好，拿一台现代掌机 Switch 给大家对比7寸跟它的比较，其实就非常的接近了。再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配置呢，还是维持传统的，就是基本的底配十字键，还有两个双类比摇杆，还有4颗 ABSY， 下面的话有做选择跟开始，上面额外多做了两个辅助线，在部分游戏上它也可以取代选择跟开始。它摸起来呢是有一点橡胶的感觉，非常的滑顺哦。那后面有他们家的 logo， 电池的电量是4200毫安，比过去来说续航力会提升半小时到一小时，但是我觉得续航力还好。最重要是下面的部分输入的电流有提升到 1.3 耶。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上面按钮的部分。好，在我们看上面按键，左右两边都有 LR 的辅助键，然后我们从这边开始依序看过去，有电源键，长按可以做开机，然后 reset 键可以让你快速做重开机。好，那这次有内建无线的 WiFi 网卡在里面，所以你要做开关是很直觉的，直接打开就可以了。那这个 Type-C 呢是给你做充电使用的，它的输入是 USB 的5伏，那旁边有一个音源孔，可以外接耳机或外接喇叭。那另外这个 Type-C 呢叫 OTG， 也就是所谓的资料传输，就是说你可以跟电脑做连接，把档案做一个传输。好，那在旁边看有记忆卡，可以像过去一样插128256都是 OK 的，甚至有些朋友会插到512G。也是没问题的。好，那左右边呢，这边还有一个音量的升减，那调整的音量的输出就在底部这边，还有两个喇叭的输出口。好，再我们就开机来看一下它的效果吧。Go。好，现在已经开机了，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它的主题。那它主题的部分有搭配不同的模拟器，会有不同的音效。我们切出来，好，像这边它就有一个赛车的音效，有没有？好，那我们可以就直接呢从上面去做模拟器的选择，点进去之后呢，可以往右排序呢去做游戏的不同的选择。好，那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几个不错的主题。看了这么多主题，应该大家知道，其实你可以调整一个非常个性化的一个选项，看自己喜欢哪样的一个布景主题。那再给大家讲一下选单，按下 Start 键之后呢，这边会跳出它的相关的选单，它用的是 ES4.0 的版本。好，那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它全部呢都已经做好中文的调整了，所以你要做游戏上的设定啊，手法上的设定啊，或者是主题。好，那这有一个朋友问我说，他收到是英文的，因为他从淘宝买回来，他也不太会去调整。到倒数第二个系统设定这边，找到第三个语言这边往左右去做切换。好，那如果说你的没办法切到中文的话，有可能就是你的卖家没有办法做到这个 ES 中文的部分，好，这部分跟大家说一下。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下一个部分。好，再来看一下机器的部分，里面有非常多的模拟器，一样继承 RK3326 的架构，最高呢可以跑到 Saturn， 好，还有 DC Anomaly， 这些都可以很流畅的去做一个执行。那因为模拟器非常多，如果你不想要这样一个一个选的话，你可以按下 B 键，它可以从左边呢快速跳到制作厂商，也就是所谓的模拟器，我们直接跳到街机的部分，点下去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到街机，点进来之后可以做游戏上的选择。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开子目录在里面，好像这边有分 CPS 123或 PGN 的游戏。那当然，你也可以开一个资料夹，放你最爱玩的游戏，可以取代内建的我的最爱功能。好，那再来它还有多一个新的功能呢，就是所谓的直播源。好，点进来这边给大家看，会有非常多大陆内建的频道，它的副档名呢叫做 M3U8， 它是一个可以连接到伺服器做一个频道播放的一个效果。好，那这边的话，如果要新增台湾频道也可以，但是碍于著作权，我没有办法教大家。好，但大家如果想要做学术研究的话，就在 Google 搜寻直播源或者是 M3U8， 大概就可以找到对应的一些内容了。好，那这边我先随便点一个播放的，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好，现在已经进来了，那现在就可以做一个频道的播放，那也可以把音量调大声。变化完成之后呢，我就可以像这样坐在上面。好，碍于版权的关系，我没办法播太久，就先取消，取消按下这个电源键呢，它就会退出。
好，推出之后我们就可以再做其他的选择哦。那要播放这个频道呢，它必须有一个条件哦，就必须你要连接 WiFi 哦，按下选择键，在网络设定的地方呢，你必须先做 WiFi 网络连接哦，才可以做这个讯号源的播放。好，那就像刚才说的，可以加入其他频道，不管是电视、电影或者是台湾或各国节目都 OK。好，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部分。好，现在执行的是 PSP 的模拟器的游戏哈，那这边可以大家可以看二上角会它帧数哈，可以稳定在30帧的执行。是有些人可能不了解这种复古掌机的定位在哪里。好，其实像这个是 PSP 的模拟器，也就是说你不用买 PSP 一样可以透过它来玩这类的游戏，而且你可以玩很多汉化过的游戏，以前玩是英文，但是现在玩起来是中文。机器的部分一样有做像 PSP 的功能一样可以做断点的存档，那你一样可以退出这个游戏呢，再去做其他游戏上的操作。好，这也是复古掌机我觉得比较值得呢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重点。好，那我们再试一下下一个模拟器。好，现在执行的是 Nanomi 的模拟器哈，这个是新三国战记哈，可以看得出来这是画风比街机来说比较细腻一点哦。那这是台湾 IGS 出的。好，那其实除了 Nanomi 模拟器之外，它也可以执行的模拟器非常非常的多哦。那这边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它跟过去传统 IGS 的 CPU 来讲是没有太大变化的。好，所以说它的优化呢，也只能靠软体的部分去做执行，大概八九成的游戏是可以执行的。好，那Saturn的游戏的话可能会比较可惜一点，它可能大概是只有七八成的游戏的话是可以比较流畅的执行，但大部分来说还是可能会有一点点掉帧的问题。现阶段来讲的话 ，RGB SMASH 算是表现来说最好的。好，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部分。好，现在执行呢是一个街机的游戏哦，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你可以用这样子五寸的画面去玩这个射击游戏哦。当然有些时候呢，可能你会喜欢直立式的去玩。那如果要直屏去玩的话，就是用它的快捷键呢，先呼叫出它内建的 RA 选单。好，在选单上面你可以做很多的修改，比如说加速啊，或者是存档。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做影像上的调整。然后我们在这边呢，先把它改成直立式的画面。好，直立式我们就可以变成是现在这个画面，有没有？但是呢，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做按钮的修改，所以现在直屏的画面它一样要从这边去做控制，可能会有点问题。好，那我就先调整完这个按钮呢，再给大家做一个操作。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已经做好了这个按钮的调整了哈，可以用这个类比摇杆呢去做上下左右的调整。那修改的过程我不带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操作的话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所以这部分我会把教学放在影片下。其实这是过去很多掌机没有办法达到的效果，所以我觉得在这台机器上面，它的可玩性又变得更丰富了。哦，你想要直的玩、横着玩都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而且 RA 选单的部分有很多的功能呢。的话可以去做设定跟操作。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下一个部分。好，现在试的是 N64 的模拟器哈，那我另外呢接了一个有线的这个手把出来，好，也可以用手把来代替 EP 来做游戏上的操作。好，那不只是有线的方式，你要用这个蓝牙发射器啊，或者是 2.4G 的无线发射器也是 OK 的。好，那这边直接操作给大家看哦。好，那这边的话就是你可以依据你想要玩的这个游戏的类型呢去做不同手把的替换。好，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部分。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哈，在这个选单里面还有一个更新下载的部分哈，点下来呢，第一个会看到一个主题的部分，这边可以做新的布景主题的下载。再来下面有一个边框选项哦，这里指的是 RA 模拟器的核心，那你可以直接点击它呢去做一个下载更新哦。比较起传统的机器，你可能需要做刷机的动作，但是在这个机器上面，你可以直接用线上更新的方法。那最快的方式呢，还是从最下面这个开始更新点下去呢，直接做一个大方向的更新。好，测试到目前为止呢，好，给大家看一下，好，现在的时间，好，是12:25。好，从10:30测试到现在呢，电量还有40%。好，那电量来讲，我觉得它续航力已经有比过去上一代好了，因为基本上之前的话，大概1小时、2小时之间就耗了差不多了。好，那这边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哈，就是耗电的速度呢，其实还是会来自于 WiFi 的部分。好，所以说呢，在没有什么特定的网络操作情况下，可以把这个 WiFi 关掉。好，那如果说正常操作来讲，我相信它可以执行续航到4小时，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好，那还有很多的模拟器，我就不一一测试了，这部分也可以参考一下过去测试的影片。好，我觉得如果过去机器都没买，或者是说想要做替换的话，那它会是一个不错的方向。好，给大家做一个参考。OK， 好，测试也差不多告一段落啦。最后跟大家补充一下，其实它的原厂的说明书其实给的不是非常详细，因为不同的模拟器的退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包含了怎么去调整游戏的比例啊，或者是做区网联机对战啊，或者是像我刚才操作的直立的画面，我们要怎么去做按键的修改。这部分的话，其实台湾厂商蛮贴心的，它都有做相关一系列的教学。好，到时候我也会把它放在影片下。那最后跟大家讲一下再来的价格，再来的入手价呢，差不多是在台币4000内。好，那第一次接触这个机器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没有特别的便宜，但是如果你去对比市面上 RK3326 的掌机，要有5寸的大屏幕，要有内建 WiFi， 要这个软体有优化，电量有提升的话，其实4000内应该是找不到了。好，今天影片告一段落了，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拜拜。